我在公司上班，不晓得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把他们那几个老总都耍了一顿。不对，是我把他说凶了，这会儿都还在哭吗？ 你不晓得，我们那几个老总就属于典型的钱多人傻。在我律师一点小见，他们一个二个就跟我耍得团团转，尤其是那个姓田的，其他人嘛还不得装，他田田装牛逼，其实就是个傻逼。再傻逼的老总也能开除一个牛逼的员工，等我哪天抓到你这只妖精的把柄了，我再来好好收拾你。 话说啊，从前有两只推屎盘，在讨论福利彩票，一只推屎盘说我要是中了大奖，就把方圆误事里的厕所都买下来，每天吃个够。另外一只推屎盘说我要是中了大奖，就买一伙人，每天吃新鲜的。笑啥子笑？他有意思了，欢喜喜的。姚琴，你啥子意思？你这个笑话分明就是在戏耍我们漳州和陈总嘛。没有啊，我只是想整一个笑嘛，供大家笑哈而已。你这个笑话分明就是想说漳州和陈总是在我拖一屎盘。没得这个意思。嘿，你还狡辩。 两位老总刚刚讨论完这个买彩票，你就进来讲两个拖一屎盘买彩票，你这个分明就是在暗示两个老总就是两个拖一屎盘，稍微有点脑壳的人都听得出来，你在骂他们？哎，好像是有点，可能是巧合，哎，巧合，耍得可能哟，太巧合了，哎，你这样要不得，你这样有点像人身攻击哦。 我没得这个意思啊，我刚刚吃的就是那么随口说而已。言有心声，姚琴，你从心里面是瞧不起我们三个老总的，啊，觉得我们三个老总就是三个拖一屎盆，该去死死，是不是嘛？天才龙。
我怕是我。哼，姚金，我晓得你心里一直瞧不起我们三个。哎呀，我们这儿的庙小，你在这儿可能太屈才了，嘎。田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刚刚确实不该口无遮拦，乱说话。陈总、张总，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给一个努力上进的员工一次机会？你们要是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就辞职。说实话，我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你们得脸待下去了。行了，你那么说辞职就辞职，哎，这样洗个检查就算了。对，你就这样辞职了，哎，那不显得我们三位总太小气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抓手散开。天才了，我就是想不通，那么多人都喜欢我，你为啥就是不喜欢我？老是挑我的刺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姚琴，你的意思是说本是小肚鸡肠，公报私仇啊？哦，差不多就这意思。姚琴，我跟你说哈，本是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要惹我，让开。啥事？天才了。本小姐脸面那是看得起你，本小姐千娇百媚，亭亭玉立，温柔无情，知书达理，风华绝代，翩若惊鸿，娇若玉楼。你居然还是看我不顺眼，我很是怀疑你那个眼睛的度数是太低了，分明就是个睁眼瞎。姚琴，你是不是从来不得找蚊子咬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你晓不晓得蚊子为啥子不咬你？不晓得。是因为你的脸皮太厚了，蚊子根本咬不进去。天才了，你！我保证，你迟早有一天会洗脸上的。会做梦，那就等着瞧。嗯，看哈，把这个拿给我看哈。郭老板，你太有眼光了，是我们现在最高端、最好的一款，我给你告好吗？哦，要得。啊，谢谢哈。哎呀，这个耳机太好了，这个耳机啊是我听过的耳机中间音质最好的，它的高音非常的突出，低音非常的浑厚，哎呀，听起来有一种现场感，不比听现场还巴适，那就是它了。好多钱？3439。哎呀，3400多，我也没抢钱啊，说快点快点快点，你听一下嘛，这个效果多好的。哎呀，我不听，人家是抢钱，我看你是烧钱，走。这个叫物有所值，你听。哎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了。对不起哈，哎，等一下我。哎，太高了，你来抓噻，你让我把银行卡都来捡上吗？这个卡过期了。银行卡怎么过期？这个卡消磁。究竟是消磁了还是过期了呗？你搞啥子名堂？田总，你是不是想问你的犯罪证据？啥子犯罪证据？为什么藏私房钱是犯罪吗？藏私房钱用那种检查呀？所以说张麻子，
一挖就是瓜兮兮的。这个是本次发明的百年古拙、有创意的私房钱长法。我先把钱存到这个卡后头，然后再把卡销毁了，等到要用的时候，再拿起身份证到银行去补办一张。这个样子就可以万无一失，老爹永远是发现不到。哎呀，天子龙，原来我认为你的高中文凭是假的，现在我感觉你的高中有百度，实在是高。张老师，这个事情你晓得就是好，不要插几嘴巴，老子乱说话。这个晓得的人多了就不灵了。我晓得，我晓得。不同牌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，中西合剂起效快，专注儿童感冒12年，护童用心护童。不同牌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，中西合剂起效快，哈药六成。小鸟，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做好事啊？啥子好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今天呢有一个人的生日，他一个人没得人陪，看他好可怜哦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他最心仪的女人一起共进晚餐，你可不可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呢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你嘛？是不是我不重要，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好事啊？陪你过生呢也行，不过啊，每小时陪聊费500。500，弄贵啊！开玩笑的，一个500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一点老总的份儿都不得。说嘛，在哪儿吃？这种啥子10块钱敞开吃的地方，我是绝不去的哈。那你是到哪儿嘛？四海一家。四海一家，那么贵，198一克。对呀，两个人400块钱都不到，吃顿饭至少要3个小时嘛。本来应该1500的，现在你400块钱就搞定了。这样子算来，你还是赚了噻，对不对？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现在，我觉得我现在跟我们蔡龙两个句话都不想说，你得看到他就烦，一点激情都没有。你不喜欢蔡龙啊？也不是不喜欢啊，反正就是那种，只有亲情没得爱情那种，你懂噻？你给你们的孩子两个还有没得激情？有啊，真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起我麻子。我浑身都是劲，我都想收拾他，弄他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，就是你们两个刚刚耍朋友那会儿啊，就见到面就心潮澎湃的嘞，然后一会儿不见到就心头想得慌那种。我倒没有想得慌，就是手痒得慌。手痒。我跟你说嘛，我跟麻子两个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我都经常弄他，收拾他。你这个样子，你们妈子受得了啊？我不弄他，他才受不了嘞！现在都是我力度小了，现在不得感觉了。这个叫啥子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你们两口子太好了嘞！是噻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儿。车来了，快走。小雅，送给你的，你看，好漂亮嘛的。
再来晚点嘛，还晓得说妈说。哼，好漂亮哦，我精心给你买的。来，大妈。珊珊，喂，张麻子，你瓜娃子你在哪儿？珊珊，你误会了，珊珊，你要相信我张麻子，你几百个胆子我都不敢，你看到的绝对是个误会。珊珊，我和你保证，你看到的200%的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好嘛，我现在马上回去，你要是给我解释不清楚的话，老娘让你死得很有节奏了，你晓不晓得？哎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哎。下辈子不当男人了。他咋说？没咋说。先回去，回去再说走走。走，走哪里了，小姐？珊珊，你把这颗测谎仪挂在我的胸膛，影响我的表达。我警告你一下，张麻子。只要你说半句假话，我都听得出来你心跳的异常，听到你放心嘛，我珊珊，你放心，我不得说半句假话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公司有一个叫妖精的田彩龙看中了。停，这句话有问题。你原来说的这个妖精是跟他我两个好的人吗？他是跟他我好的噻。他本来是跟他我好的，但是田彩龙为了挽救他我，的确。妖精离开帕果，结果全来全去，田彩龙就落入了妖精的迷魂阵。停！你咋没落入妖精的迷魂阵呢？哎呀，我有这个自信嘛，没得这个自感的噻。这句话听到没？还像是真的。接着说。是弄我的，田彩龙啊，是第一次跟妖精表白。他又害怕妖精拒绝了，所以说就喊我去帮他表白。假话，一听就是假话。你平时看到多精灵，你咋会帮到田彩龙做这种哈事呢？哎呀，是弄我的，田彩龙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嘛。如果不帮他，他就会和他那些员工起来弹劾我这个董事长，令你心痛。是啥？
天才能居然这么危险啊？是噻，本来我市长宁愿不当董事长，我都为了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。但是想想，我又想到你才当董事长夫人没得好久，你就要下课了，我心不甘了，所以我就只有屈服了。麻子，没想到关键时刻你还想起了我。那是我心里只有你，我不想你，我又想哪一个啊？王子，我对你的一片痴心，既然你还怀疑我，人生最大的悲哀不过于此。麻子，麻哥哥，对不起嘛，我错了。我从内心深处、深处、最深处，真正的认识到我错了。麻原谅我，麻子。那你们媳妇儿检讨，以后再也不怀疑我了。嗯，好嘛，我信，我信，我信。弥补我昨天对你心灵造成的创伤，我今天专门给你弄的韭菜饺子，你补一下。啊，你明明就是知道是那韭菜便宜，你天天弄韭菜给我吃，还说专门我弄的，我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么子？嗯，你都不听我给你写的检查了？你真的写了啊？哦，真的写了啊？来过去。认错书，亲爱的麻子哥哥，虽然我是一个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老婆，但是我还是有些小小的毛病，比如说太爱你，因为太爱你所以怕失去你。说句老实话，你又太花心了，看到美女气儿也不喘，眼珠子也不转了，路也走不动了，你难道都没有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最美丽、最漂亮、最温柔、最贤惠、最爱你的老婆吗？你不要洗了，以后我的洗检查算了，我走了。没对哟，这个姑娘好久变得那么听话呀。